我没有撞到你哦，我有行车记录器哦。哎，学生司机会不开车啊？嗨！有行车记录器，撞到了也不用怕。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迎来了我们第一期的知识范儿。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 PAC 部门很专业的 producer Alan 做客我们的第一期，欢迎。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那 Alan 在近两年当中有一个很夯的话题，就是关于行车记录器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安装。有，其实我有安装好，因为我觉得这个行车记录器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保障，因为万一发生事情的时候呢，我能够有一个证明提供给保险公司，这样子我比较不会那么麻烦的去处理。那其实行车记录器在这两年来说其实是慢慢比较热门，越来越多人安装，所以我们会建议这样去安装这样的一个东西。那请问一下 Fiona， 你有安装吗？你还真问对了，我真的有安装。因为之前被 hit and run， 所以我比较怕，然后现在我在车子的前挡风玻璃那边有安装一台，但是我后边没有安装。我听有人说就是前后都有的话会比较保障一点，是这样吗？当然前面跟后面有安装的话呢，多一层保障。那其实你如果只有安装前面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基本上你录影的时候呢它会读秒，就算是从后面来 hit and run 的时候，其实它的这个读秒也对你是有一个有利的证据，所以没有关系的。了解，所以其实只有前面的话也 OK。 对，那我们来讲讲呢，其实我在过去有两个不同的案例，这是真实案例在客人的身上。第一个客人他是有安装，那他是在后方，但是前面的车子呢在不知道什么情况下他就后退了，撞到他，反而这个对方去跟保险公司来反咬一口，说哎，是我们这个客人的责任。结果呢这个客人就把这个行车记录器的这个记录提供给保险公司，结果保险公司判决还是对方的错。那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呢，这个客人他是没有安装行车记录器，他的情况是在合并车道的情况，那对方其实他是合并进来，那刚好因为他没有这个行车记录器，没有证明，结果保险公司在按照这个撞击部位的这个判决的时候变成各一半的责任，所以其实这个蛮倒霉的。所以我们会建议说在你安装行车记录器如果有这个证明的情况下，你在保险理赔会比较顺利一点。了解了，所以其实行车记录器对于我们来说是相对一个保障，然后在真的出事故的时候是一个佐证的提供。没错没错。了解，我真的是觉得 Alan 今天讲的非常的有道理，然后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知识点。那观众朋友们，在您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 case 的时候，行车记录器可以帮到您，但是除此以外也建议您马上联系相关的 producer 去帮助您处理后续的事宜。知识范儿，让您学有所思，学有所用，生活与你相关，尽在知识范儿。